唱会之后的复出。Hello， 我是王子。我觉得呢，我们很开心，出道三年就可以登上了红刊跟小巨蛋。其实我觉得我们蛮幸运的，然后也要很谢谢我们的唱片公司还有歌迷，就是这么支持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就是能登上那么大型舞台表演给大家看，就很谢谢大家。而且我们这一开始是打说亚洲巡回嘛，对。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还是蛮嗨的，对，就是那种演唱会那种，应该怎么讲过？症候群，然后希望呢之后呢演唱会赶快到来，然后我们可以赶快开下一场。我现在已经无法忍耐那种空虚的感觉，对，因为我们空虚感很重。对啊，就是每天都在开的话，就空虚感不会那么落差很大。对对 对， 对。我很想问，说已经那么开心了、啊，可是却有传说对决的事情，那你们要不要讲这问题到底是？哎呀，哎呀，解释一下，我来了，这题来了，来了，来来，感觉有点针对我而来。好，把镜头都拍朝向他，先给威廉一个机会。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就是觉得是因为我广东歌那一部分好像就是可能嘴巴的感觉，好像是感觉给大家一种对决对嘴的感觉，像其实我知道我其实没有唱得非常的好，但我绝对没有对嘴、嗯、对，因为可能因为我要跳第一次尝试国标舞，然后也要第一次尝试广东歌的部分，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比较没有自信、嗯、我可能唱出来的感觉是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大家会觉得那个没有误解你，对，误解我，而且就是可能因为还有何音老师有跟我一起唱、啊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让大家就有比较多的一些误会、哦、对啊。请问小安要不要把他这次他的声音唱出来呢？有，其实我要讲，不然你现在唱一唱，现在唱唱嘛，现在唱了。生来基本真爱他，生来基本压个他，他偏可他容易。不要跳，不要跳，不要跳。有叹息，分析，为何无法拔走他？生来唱的话高唱吧。很好，很好，威廉。他真的没有对准，他真的没有对准，真的是对准很可怕、欸。对啊，观众就这么近，然后其实我们自己又觉得，哇、哦，一定要唱出来。对啊，而且我们练了那么久，就是为了那一天。对，太紧了。嗯，像我自我要求就比较高，所以就是在演唱会那段期间，就是把自己逼得比较紧。那一演唱会完，然后放松之后，又吹冷气，然后就整个就是感冒。然后主要是在过海关的时候，其实蛮怕会被扣的，因为接下来很多宣传的计划，所以不能耽误。像因为我们两个感冒的关系，所以我们停 delay 了两天的 MV 拍摄，其实蛮对不起公司的跟其他人。嗯，接下来，哇，好严重！接下来一定要拼住，然后继续把所有的 tour 的宣传都跑完。你鼻音还是很重的，不行，我不能被病魔打败。你们已经好了，对不对？你这边麦已经不能用了，会传染。对啊。哎，王子还是很壮，刚刚把键盘上面一举爆。他这个人，对啊，他这个人就是爱面子、啊。我觉得让女生抱太难看了、啊，即使生命也是要把女生抱起来。而且我觉得就是很抱歉，就是我们感冒耽误大家的行程，可能是我们之前演唱会压力太大，
我们之前在演唱会有一个就是吊布的那个机关嘛，我睡觉的时候把棉被还当成那个吊布，就是已经开完演唱会了，我还在就是一直回想演唱会，可能一下子放松太多，身体也是就是撑不过来，不过我会好赶快好起来跟大家一起工作的。